就安尼讲啊，足清楚，足详细，伊听啊，你有哪拢听无呢？加油，这囡仔真有这生理的头脑。我想讲吼，啊无安尼啦，回去试看卖啦吼，啊无你甲人做了袂歹啊。嗯，我就是听无啊，恁阿公遐啥物拢一寡现代话啦，啥物灶脚都灶脚，啥物中央厨房，啊分店都分店，啥物连锁店，我咪我嘛听无。我著爱向加油吼，去大公司上班啦，啊做些啥物经理咯，啥物主任啦，啊你我这外口出人讲哦，唔只有风神，唔只有民主。阿母，好啊好啊好，卖讲，我知你要讲啥，开店啦开店啦。阿飞啊，阿妈，阿老杨堂来啦，来接接接接。我摆坐啦，我是来找加油的，伊人无咧公司的，我想讲伊是不是来遮？无啦，啊，家己拄好敲电话来，伊讲昨暗吼困了伤晏啦，啊，早起又爬袂起来，啊，怎啊伫厝诶啦？伊伫厝诶啊，啊，无来找伊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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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伫厝诶找伊哈。再见。阿华，我甲你讲啦，啊，是着叫家己去公司上班啦，遐尼壮仔个囡仔，啊，着来做这面店啊，要创啥物货？至少嘛去做遐做者啥物主任、大事业家，啊，啊，搁偌清闲个遐，会使坐迄顶气劲个，那怎么怎么，才敢讲？阿母阿母好，开始做生理啊！我讲两句，你做生理，又袂用讲嘞。开店就开店啦。小薇啊，你今日出来找我什么代志？阿爸甲阿妈爱我甲你讲。因无希望去开第三间新埔的店。因无赞成我开店，我看，因是看袂起这个行业的。当然嘛唔是啊，因要哪会看袂起嘞？你看卖，阿姆、文辉阿姐，因拢咧开面店，而且成绩嘛袂歹啊。只不过因认为讲，因认为讲吼，我干内骨带啦，规工关喺冷气房办公啦，安尼比较高级啦。我无同意因这个想法啦。加油！但我无讲什么话啊，你的火气哪会这么大啦？一句无同意，两句无应该，安尼先我是要安怎跟你讲啦？你的个性这么冲动，我看你哪会得做心头路？代志都还没开始做，你又怀疑我的能力？那是安尼，我更该做你看啦。我只是希望会当得到夫妻之间应该的尊重，感觉不应该是。那真是安尼先，我就认为讲，认为安怎？我认为咱无结婚的必要。小慧，我想无呢。咱今仔日只是为着是毋是要开店的代志，你敢讲你不爱结婚？你爱做干对啊？咱是毋是要结婚，甲开店根本都无关系啊！我拄则讲啊真清楚啊，我只是希望咱得到夫妻之间应该有的尊重啊。拄只入门甲钱嘛，你着用钱冲动，较袂较多反对，都无同意。我才讲啊一半呢，你着听袂落去啊！林加油，安尼敢算是夫妻是？你家己好好想一下。小慧，小慧，小慧啊，小慧，阿妈，阿伯，你好。也前几天恁结婚哦，我也无去参加，真失礼啦。阿妈，你莫安尼讲啦，阿伯哦已经代表去参加，而且迄天哦加油，佫甲我斗相共足济，啊佫麻烦小辉做阿芬的伴客，阮挺足欢喜的。系啊，阿妈，安尼我着做干爹啊。啊，恁今日来，小心代志哦。阿伯，我是来解释加油的代志。解释加油的代志。哦，啊，你是讲加油要开分店的代志哦？是啦，我听加油妈妈讲，阿嬷和阿伯拢在怪加油，所以我就赶紧来才甲恁解释啊。其实哦，是我拜托加油甲我斗相共的，恁千万莫怪加油啊！恁若要骂哦，你骂我阿婆就好啊。阿婆。我唔是要骂你啦，你甲阿芬要开分店，我嘛真赞成啊。若要出钱出力哦，我拢会用个甲你斗相共。啊，不过你嘛知影，阿加油哦是一个做生意的人才啦。你叫伊
去你店的斗三工哦，啊，伊放的公司的代志无要插哦，安尼做总是较唔好啦吼。阿伯，你讲了无唔对啊，嘉瑜吼真正是做生意的人才，啊，不过开店也是做生意啊。阿芬，你莫讲啊啦。我讲唔对。好啦好啦，恁两个讲了嘛无唔对，也唔过嘉瑜是志良的后生咧。啊，志良伊徛在做人老爸立场，伊嘛无唔对啊。好啦好啦，我袂阁怪恁啊啦，吼。是啦，阿婆，我袂怪恁的啦，吼。啊，你拄只嘛甲代志哦，讲啊详细啊，我听了，我嘛拢知影。我会家己哦，甲加油哦，好好讲嘛，吼。我甲你讲归我无啊，你也是决定买来先做先。我唔对，我已经决定啊，我要用我的头脑，我心不念的心里愈做愈多，而且我来做，卖使减轻阿妈甲妈妈的负担呢。到时咱心不念吼，会使袂宽利金啦，安尼咪真好。假使讲只做了好，咱所赚的钱啊，未比公司搁较少呢。我即摆计较，毋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啊。我今仔日来是为着阿爸甲阿妈来靠近你。你为着阿妈甲爸爸来靠近我？嗯。你的意思？自开始到即摆，你也毋捌问过我的意思。即摆问敢袂伤过慢啊？那阵我若讲，我也无同意。假使你也是拢反对我安尼做，我赶快坚持照我的计划做落去。规半晡拢是白讲啊，是。好，既然是安尼先，慢慢加讲啊。再见。淑慧，淑慧，我唔是歹听你的啦。你会使卖代表爸爸，卖代表阿妈。你只讲出一个我接受的，我就听你的，好不好？我即马安怎劝伊，伊嘛袂听。我应该想一个什么理由来阻止伊？应该想什么理由呢？小鬼啊，你紧讲啊！加油，我要跟你走小林。你要跟我走小林？嗯。为什么啊？看下人若走输，大家听对方的话啊。用招小丽来决定哦，对啊，安怎？小妹，我感觉讲是你跳工在牛外呢。我跳工要牛哩，加油！虽然我是一个查甫囡仔，不过我投资时代体育真好，走起来真紧哦。你唔通看我袂起哦。是的，我唔是这个意思啦，我是讲我是一个查甫囡仔，体力一定是比你较好个啊。这唔是你比体力，是比耐力。看相比较含耐力，到时阵就当赢。你都还袂开始走，你哪知我会输给你？既然你也这么坚持哦，好啊，我就陪你走。加油！我穿布的，你穿皮的，你要到加比啊？好啊，我这个鞋也脱掉啊。我伫个床脚是烫脚脚惯习的，你个说你哦。好啊，看谁靠耐力，谁就赢啊！袂用停落来哦。算到三就开始哦。一、两，嘿！
怎了？啊！我来搞，搁阿插到物件啦。不用的，孙爷还没决定呢。嘿，我脚踏到物件受伤啊，你还要继续走哦？好啊，你若不爱走，无你认输啊。我才不爱认输嘞。啊，不就继续走啊？哎！你哪在凶啊？我想想，我可不可以继续走？敢不一定要竞争到安尼？以后你是阮某呢？某是某，即马咱是咧比赛呢，拄则嘛讲好比赛规定啊。拄则还阁自行弯弯，即马竟然讲话无算话，敢是男子汉？好啦，我认输啊啦。你也看我看卖啦。啊，你也看起来是老灰啊呢，我看卖。小薇，我看垃圾了，卖崩啦。我是你某嘞，你也袂使崩。我来拔起来。啊。我带你看医生。阿西里，我。小薇也变啦，我这脚吼。我紧来边看医生啊！你看，搁会行，我搁会走。哎，哦，你都爱计较哦，你，你看，行啦。哎，讲好啊，你是认输的哦，袂当反悔哦。好啦好啦，我认输啊啦。较细腻啦。不啊，刚不是叫俺等伊，那个今晚袂来啊。我嘛唔知啊，啊加油一向拢足准时的啊。啊！那久久也袂来。阿君啊，阿母，哎，加油！加油！啊！啊，你的脚是安那？阿哥的脚就……讲起来真好笑啦。我甲淑慧为着要争论一件代志，最后决定用招小六来认输赢，看谁输得听谁的。找到物件啦！不用诶，孙爷未决定咧。这吼就是讲吼，咱做人袂当伤多强。我看吼，你下昏未来阿叔阿落地哦。对呀。袂啦，你都唔知啦。其实小辉哦，伊是超工要给我一个假期尔啦。啊，但是唔是像你所想的安尼啦。对啦，我来哦。就是要顺便跟恁讲，我对不起恁啦。加油！啊，你即摆意思是讲，我阿妈斗相共啊？其实小辉嘛是反对啦，啊，我嘛不知变安怎才好。伊还佫讲，叫我爱甲阮爸爸啊，甲阮阿妈，把这个代志解决了清楚。我知影啦。一定是你阿妈和爸爸拜托秀辉来跟你讲的。有这件代志吼，阿婆和妈较操头。伊讲伊是公司哦做甲好好啊，何必来讲面店？无啦，我也不是安尼讲的啦。阿婆就敢那我阿亲兄弟也同款。我说讲我本身嘛是有兴趣啊。我想讲，只要我想要做代志，我就一定会尽力做我上好的。我认为我并无唔对啊。我有你的想法。我嘛破烂代志的能力啦，小阿婆啊，我是爱甲你开始的。加油！你妈来讲啦，你支持我，我有种欢喜的啊。爱去，你加油做会到的，我阿婆嘛是做会到哦。阿文，咱吼一定要学加油啊！自今开始，咱来好好努力，好好经营这间店，袂当输加油啊！秀慧啊，你的想法哦，阿妈赞成啦。
真是的哦。是啦是啦，你的头脑遐尼啊清楚，啊做代志有条有理啦。啊，我想也想袂到，就是你一个查甫囡仔人，竟然赢加油啦！我阿妈就替你欢喜的啦。阿妈，我早赢加油，伊气甲要死的，你可能替我欢喜哦。哎，当然的咯，加油！这个囡仔吼，个性上个强啦，我嘛希望讲伊当改啦。阿妈今嘛知影，将来你管加油哦，一定管得掉啦。阿妈，我唔是好爸母啊，我管伊要创啥？我也不是安尼先讲啊。假使讲呢，伊若是一个三八欠卡的查某囡仔，阿妈就烦恼讲，你甲加油带歹去啊。杨哥哦。你不是啊，你是一个温柔乖巧的查某囡仔，我惊讲哦，你管加油管袂掉嘞，因为加油这个囡仔哦，个性跟因爸爸相反，袂输一只牛嘞。当初哦，若不是数学在志良边啊吼，志良今仔嘛无这个成就。我加油会当带着你，是伊的福气啦。啊，你若在加油身躯边哦，阿妈就放心嘛啦。嗯，阿妈，你安尼讲，我也歹势啦。对了，阿妈，我跟你讲哦，加油今日的走输啊，是因为伤好强啊啦。哦。伊讲伊无要穿皮鞋走，伊较早细汉时阵是咧装较大汉的，那嘛是脱只脚咧走，再去打到石头啊，气都要气死啊！你看，你看，这个囡仔个性就这么好强啦，安尼心好啊，佮教死一个啊。不过阿妈，我若甲加油结婚了后，大部分的代志我还是听加油的啦。先接对啦吼，啊，小慧啊，啊，你唔要讲我阿妈听，你是要安怎考更加油啦？啊，我是想讲吼，细汉代志就拢听我的呀。这样，加油！你已经不是三岁囡仔了，爸爸不是反对你的想法啦，啊，只是讲哦，你伫个决定代志之前哦。是不是会用的跟大家参详一下？你感觉呢？爸，我要做的不是要歹代志啊，为什么我会参详啦？就是因为不是歹代志啊，所以哦，我较应该参详啦。爸，我只不过是有一点仔我家己的想法啊，敢讲这嘛要经过大家同意？啊，是讲爸爸你也无同意，我是不是就袂用的做啊？加油啊！你误会爸爸的意思啦，爸爸不是无赞成你去做吼，只是你伫决定之前，甲找人参详者，这嘛是真平常的代志啊。敢讲，你认为你家己的想法会比我搁较健康？爸，不是安尼啦，我无甲你讲原因是，是因为我答应阿宝啊。而且，我嘛感觉讲，我即摆要做这项代志，是我家己决定的。不管以前伫文艺出版社，还是伫爸爸公司，还是讲继续留在水王阿姐遐上班，这所有代志拢是恁家安排，你知无？无唔对，阮是有家己安排啊。阿哥加油！这嘛是你家己去打拼。才会当开发这么多新的客户。搁再讲啦，文辉出版社会当赚钱，嘛因为你的册卖甲真好啊，敢毋是呢？这一切一切哦，拢是你家己打拼落来的。爸，我搁再安那打拼吼，拢是恁甲我斗相共的呢。我是不是咱有一项代志，自头至尾是我家己一人完成的，安尼好无啦？你的意思是讲？你去开面店，去做总铺师，是你家己甘愿去做的。加油啊！但王家伫社会上嘛是有头有面的，你无感觉你安尼做是较无出团的？爸，你安尼讲我无赞成啊！我还阁想讲爸爸真明理，我还想讲咱爸仔囝咱会使互相参详的。想要看你搁有这个骨头脑啊！加油啊！假使我若真正是骨头脑，我就袂让你去做啊！敢会直接跟你参详呢？爸，咱别搁再相信啊，好无哈？
今天这项代志哦，我根本就无做唔对。唯一唔对的，是我并无跟你讲，我并无经过你的同意，所以你才会气我，才会怪我啦。加油！我感觉你是跟爸爸的结亲，我只是希望你会当专心拍拼你的事业，莫去那想空想胖啊！爸，你知影无？我安尼做嘛是为着妈妈啦。你是为着你妈妈，还是为着林先生？加油！你是我的好生。就算讲你无愿意跟我斗相共，你嘛唔免去跟别人斗相共。你安尼做，我就伤心的。爸，我跟你讲，本来就真疼我，啊，不过我感觉我真对不起文惠阿姐。因为我一直伫咧私底下，希望你甲妈妈会当好好，你知无？我即马答应文娘阿叔啊，我嘛希望爸爸，你会当好好去做我想要做的代志。爸，我先来走。小戴，加油！你这个囡仔，拄则我听到你甲恁爸爸咧讲话，你迄种态度。你安尼是唔对呢，阿妈，你先莫怪加油啦。我拄则唔是甲你讲过啊，加油做的决定，拢在经过我的同意啊。小慧，你敢一定都要安尼做？阿爸、阿妈，我甲加油有代志，我先来走了。进去。妈，你甲看，这加油的个性哦，袂输一只牛嘞，做代志这么冲动啊！嘿，啊，迄就甲你少年时阵同款呐。小慧，多谢你。多谢我什么？我拄才跟爸爸起冲突呢，两个人强要冤起来，啊，你无当面叫我卖做，搁留我面子。我只是感觉真可惜，一个中央厨房的计划就无去啊！其实我是一直想要甲小姐吼企业化，咱只要注重卫生佮口味，咱一定就会成功安尼。加油！我不管你做甚物决定，只是你今日走输啊，拢来听我的对无？是啦，你尽量讲。我赞成你还是走。不是，不要讲一遍。我讲哦，我赞成你安尼先走。你赞成我安尼走？嗯。你有讲唔对我？你不是一直主动话叫我卖走？我拄才有听到你甲阿爸咧客厅讲的话啦。你讲你一切代志拢要靠你家己，你想要成功，我嘛相信你一定会成功。我都要嫁给你啊！你任何的决定，我都会支持你。小慧，加油！我的房间吼，嘛跟阿妈讲真久啊。阿妈讲，只要你想要做的代志，伊都会双手赞成。伊即马听讲你要创业，伊真欢喜啊。因为以前你阿公就是靠双手来打拼成功的，才有今仔日王氏企业。阿嬷讲，不管什么事业，只要你认真打拼，一定会当成功的啦。阿嬷佫讲，你会当有这种理想，伊比啥佫较欢喜，比嫁成阿伯王氏企业佫较欢喜呢。真实的，阿嬷真正安尼讲。当然嘛是真实的啊，我骗你要创啥？我就是伫房间内甲阿嬷讨论这件代志才出来啊，结果看到你甲阿伯伫客厅讲，才无爽快的，所以我都无想要讲这件代志啊。安尼阿伯会无面子啊，结果你佫不爱出來，你又佮我讲头。小贝，你真正足好，足体贴我。
先煞带小雪出国去读书哦。是啦，最近村的头长哦，一直在打，应该是做这化学治疗的关系。伊的病情是愈来愈严重啊，所以我伫咧老弟的身躯边好好甲照顾，甲斗相共啊。妈，啊小雪的代志都要拜托你啊。我带小雪出国，那是无问题啦。是讲村里的代志吼，咱万一找较好的医生啊，啊，佮有咱厝内面看是秀玉，啊是志玲，拢会用甲你斗相共啊。你放心啦，我会好好处理的。妈，真歹势吼，啊小雪代志佫要麻烦你。不管是丽玲还是应雪，因在我的心目中永远是第三个媳妇。小雪今仔是要出国去读书，我嘛是足欢喜的。我总算是对应雪啦、甲丽玲，对因有一个交代啊。秋官，你打电话来讲，急事要找我，什么代志？你坦白跟我讲，你心里到底是爱啥？我唔知你讲这句话什么意思。你唔是要跟加油结婚啊？是啊。既然是安尼，我希望你放弃严格。放弃严格？我未明白你讲这句话什么意思。你袂明白我的意思哦，那安尼我得讲较清楚的。我是要甲你讲吼，唔通双口打双嘴。查甫囡仔人对感情爱较专一的，那无早晚会冰存啊。李秋官，你讲的话我拢知影，啊，不过我会当甲你讲就是，我老小会做代志清清白白，绝对袂做什么双口打双嘴的代志。你讲伊做代志清清白白啦，你敢讲，我阁唔敢听呢。你若是清清白白，是安怎要阁甲英杰偷偷来往嘞？我甲英杰偷偷来往？你凭什么讲我甲英杰偷偷来往？你甲我讲个清楚。敢无？卡苏若无，你是安怎要甲英杰偷偷约伫外口？阁要接受伊送你手指嘞？你若真是食饱无代志，爱管别人的闲仔事，我嘛无必要甲你解释遮尔济。迄卡手指应该是安怎要送我？这件代志你不要去问伊。等下，请问还佫有甚物代志？你上好甲代志，甲我讲互清楚。我看是无这个必要。应该迄间问我对你的感觉，我甲伊讲，你这人真善良，一直咧替你讲好话。你若希望应该会当爱你。你都要先尊重你家己，看重你家己啊！我知道你即摆心情，我唔知道你真自卑，你今日配袂得过英杰。我虾米？我想要配袂起英杰。老小慧，我讲到坦白，无人有法度甲我小姐啦。连小姐甲我坐遮久啊，都坐输我。我劝你甲加油。也是较紧结婚，莫阁甲用个点仔甜袂煞。而且结婚了后，上好莫带淡仔王家。李秋官，你即摆是去食咧官庙，讲你知影无？大家拢因为你是孤儿，想要甲你斗相共。你若是还袂当了解别人对你的用心，你拄只讲的话，我连全部拢够别人知影。老小伟，我够苦，你有够苦的。想要把我的事情说出来，没那么简单啊！我李秋官大命大，一摆死无去，做该我的活路要享受啦，谁拢免少想，要把我赶出这王家，绝对不准有任何人抢走我的英杰。
小鬼啊！你哪里家？我那早起门找你，拢找你无啦。你是去叨位啊？你找我送啥？秋官虽然很苦哦，不过我若是把这种代志甲加油讲，加油一定去找伊理论的，安尼袂用的。小鬼啊，你在想啥？无啦，我拄只出去办一个代志啦。你找我是？平常厨房的代志吼，我拢总联络好。但是我即摆是欠租金尔嘞。哦，欠偌济钱啊？啊，是其实讲起来吼，嘛不是钱的问题啦。啊，今日阿贵想讲吼，要甲公司甲王家合作伙啦。我是想要甲阿贵吼参详讲，是毋是我的股份吼是摕转来，来甲我处理。啊，我想要找你吼，做伙去甲阿贵讲。找我做伙去讲，啥子？因为你是阮某啊，有你鼓励我、支持我吼，所以我要你陪我去。你哦，出头上多啦！你想讲我唔知你想啥物哦？到时阵若有代志，你爱我负责任对不？负责任？有啥物责任嘛？我嘛常在讲啊，翁有千金大，某分五百斤啊。好啦，你敢不当离开啊？好啦，我陪你去啦。啊，要去倒位啊？我家姑吼，有伫个茶艺馆。哦，加油啊！啊，今仔日找阿姑出来，什么代志啊？阿姑啊，真歹势啦。我伫想讲吼，你公司个代志也是处理好啊。阿姑啊，迄份钱是毋是当先给我？当然会用个啊！加油啊！你是毋是赶紧要甲小慧结婚？然后去陪我旅行。阿姑，阿姑啊，你莫管生笑啊！我是要跟你讲正经的代志。哎，阿姑嘛是做正经的，是讲恁两个到底是什么时阵要结婚啊？管你拖落哦，是不要阿姑急事啊？阿姑啊，紧啦，紧啦！等阮一个代志处理好吼，阮就会正经结婚啊！啊，人伫咧讲啊，天有天公，地有母母公啦。到时阵哦，阮一定让阿姑吼坐大位。啥事咧？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。这到时阵啊，阿姑一定包一个大红包给你带。阿姑啊，其实加油着急要提迄份钱，是因为伊咧筹备中央厨房的代志啊。阿姑啊，即马真侪食品业公司吼，拢嘛咧做这种代志呢。也是讲恁两个，咱想着要做这道。阿姑啊，其实吼，我想要安尼做，是为着家己想要做的生意啦。啊，以后咱新埔的店吼，一店、二店、三店，甚至开到连锁店啊，台湾头到台湾尾吼，拢会采用中央厨房这种方式来经营呢。哟，会当做遐大？当然嘛是会使。这传统的物件吼，一定要用新的包装啊，嘛要用新的方式来经营啊。安尼吼，再让久久长长来经营落去啦。啊，搁再讲啊，若是安尼做吼，对人客营养甲卫生哦，拢有保障啦。我相信讲咱的人客吼，一个传一个啊，咱新埔的店哦，一定会愈来愈出名。加油啊！你敢真正有这么饱？阿姑啊，加油！若是无饱，我嘛不可能这么支持伊啊。安尼是，得当减少店真侪无必要开销，而且店内嘛无需要遐尼侪人手。安尼是，阿妈甲阿姆都免遐尼忝啊。好啦，这既然会当让阿母甲阮大姐哦较辛苦的，我双手赞成。我呢，顺续甲阿姑伊份哦加加落啦。加油，咱做伙来拍拼，你看无？阿姑啊，真实了，你有骗我哦？啊，这款代志，阿姑哪有可能骗你啊？是讲加油啊！啊，这算起来阿姑有投资哦。啊，到时阵，啊，算钱时，咱就会给我一份啊。阿姑啊，这是当然的啊。你有投资吼，都红利啊。好啦，啊，这件代志哦，交阿姑来处理。啊，这本地就想讲哦，公司哦，收收起来，加入恁爸爸的公司啊。啊，即卖。这王氏企业还王氏企业，阿姑的钱哦，投资在你遐，加油啊！阿姑是相信你的眼光啊，你会好好打拼。
我相信哦，伫门口往出去啊，就当创造家己的事业。来来来，阿姐好哩，多谢阿姑，多谢阿姑。这是阮妹妹志玲阿姨。阿姨，你好，坐啊。你的代志，阮三兄拢甲我讲啊啦。我知影阮三嫂伊过身，这心肝内嘛是真艰苦。我今日来，就是要甲你讲，虽然阮三嫂已经无伫嘞，啊，不过阮三兄伊还是真用心在照顾你。你一定要好好听伊的话，继续做治疗，吼。阿姨，我知影阿舅。伊真有心在照顾我，就是因为安尼，我无想要增加阿叔伊的负担。为滴，我的病嘛医袂好啊。春莲啊，阿叔讲真侪解啊，你一定要有这救生的意志，袂遐尼简单就放弃哦。我的病本来就无什么希望，我嘛无想要搁拖落去，安尼，我可以当较早甲阮爸爸做伴。春莲，你这个憨查某囡仔，囡仔伊在安尼想嘞，你的情形。阮大家拢真了解，我妈妈知影你的代志了后，伊嘛是做唔甘的。伊阁交代阮大家，都要好好照顾你。伊阁想讲，要甲你抓来阮家，甲阮斗阵住。不用哩，我要住遮。我伫想，可是，人死后。哪有灵魂？那安尼，阮爸爸敢知影我伫想伊咧？我就希望阮爸爸有一天会当回来看我，所以我袂用随便离开这。好啦，出来啦。你若是无想要离开，就莫离开啦吼。啊，不过你伫遐听话，继续做治疗吼。是啦，春梅，这就是我找阿姨来的目的啦。阿姐，阿姨，我即马头无一直啦，做化疗的时阵，连脉脉嘛愈来愈少。我就惊别人用奇怪的眼光来看我，我唔敢出去见人，我就惊的啦。袂啦袂啦，春莲，你唔通安尼想啦。虽然讲哦，在做治疗，会一直落头针，啊，不过伊嘛是会当控制你的病情啊，对不？你一定要听话，继续做治疗，好。阿姨，多谢你。阿姐，多谢你。你这么啊关心我，可是我袂当体会恁的心意，那安尼就是我唔对。阿姨，阿姐，您放心啦，我家己会去做化疗，唔免恁陪啦。春莲啊。阿姐开车真方便啊，阿姐紧就到病院啊。啊，你一个人去吼，安尼较辛苦啦，吼。无安尼啦，啊，咱等下吼，就去看医生。啊了后，咱去食一寡物件，四界行行。你吼，心情放轻松的，啊？是啦，啊，无咱等吼，带伊来病院了后，想煞带伊来找大嫂，好不？诶，好啊。找大嫂。真的，阮大嫂吼是一个真好的人，一个真坚强的女性。
你若是看到伊，你就会了解一个坚强的女性是安怎过出家己的生活。哦，大姐啊，想袂到这家玉的头脑才好个。啊，卡叔讲哦，咱家玉安尼企业化经营，无定着咱新埔的店，会当开一百间以上哦。但是讲的有影无影，后再条开遐尼济间。好啊，哎，即马讲你敢听有？当然嘛听有，因为家玉吼拢甲安尼讲啊，照详细我了解啊啦。哎，阿奶，安尼讲起来，还阁开真侪钱的款哦。阿母啊，啊做生意本来就爱投资啊。我是相信哦，咱加油啊，绝对有这个做生意的头脑啦。而且阁上个月到三工，我对伊两个吼有信心。哦。大姐啊，啊你若赞成啊，我就阁加油去准备好进行这件代志。哎，无咯，是讲哎啊，统一做一煮，啊口味敢会好食，人会敢会喜欢，安尼敢有生意。有啦，母。虽然讲这物件是统一落去煮，啊，不过要煮正经啊，拢有试食，拢有研究过，所以你放心啦。嗯，好啊。是啦，啊，是噶吼，咱就别安尼煮个安尼这么啊忝了，咱把物件捧出来，安尼就好啊啦。安尼好，安尼好，这款哦，吃好做辛苦，佮有钱通赚的工价哦，哇，我上爱啊。我来困嘛。对。安尼对哦，拜边厝啊，遮尔忝。嘿啦，嘿啦，啊是上来。来啊，哎，志平啦，嘿，啊这个行行，哈哈哈哈，来啦来啦。阿母，大嫂，哎，啊这查某那是？真嘛，诶，是我朋友的查某囝啦，哈。哦。真的啦，啊这位都爱叫阿妈哦，哈。哈哈哈。这位就是阮大嫂啦，哈，叫阿母。啊，这位老烟斗，老烟斗的，叫阿姑啊。阿妈，阿母您好，阿姑您好，我叫夏春燕。啊，春燕哦，真乖，真乖，坐啦，坐，我真好吃哦，来来，再接再厉。